系，hey, 大家好。咁啊，上个礼拜先讲啦，踏入七月啦，咁大家大跌眼镜。咁但系个眼镜啊，咁啊，其实跌到落去七月中呢个时间啦，咁其实都仲未跌完，因为就四近期嚟讲啦，好似上个礼拜都讲，咁其实两万八千二即系一个啊重要嘅一个位置。咁啊，一失手咧，咁啊，港股年呢个即五月份啲低位啦万七千七啊，7, 700, 全部破晒。咁啊，连呢个啊二百五十天线啊，亦都係今日亦都曾经跌穿过。咁而牛星方面，基本上先系杀尽咁滞噶啦。咁但系当然就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啦，因为。 喺上個禮拜之，啊呢個時間啦，咁內地方面亦都即係對呢、這個即係啊滴滴出行方面嘅一個叫啊啊一个叫政策啦，咁啊令到就本港方面科技類股份啦，亦、啊、都出現即係誒急劇性嘅一個大震盪。咁、啊、我諗就現時嚟講，大家都關注住內地方面啦。咁而家嚟講唔單止話即係對呢個反壟斷問題啦，啊、直頭講緊係即係個啊叫數據嘅一個啊一个使用啊，咁各樣一啲安全性問題，咁、啊、所以令到就好多嘅科技類股份啦、啊，今個禮拜基本上都係捏住個市一路。 系直落咁，但系始终个港股啦，咁其实都要留意住喺即系诶隔晚啦。咁其实嚟紧啲啲牛证会唔会增加翻呢？咁其实都会令到个市会一定嘅干预。咁但系短期嚟讲，我觉得就嗱诶今日星期五啦，咁啊其实就诶大家都会即关注住，系拜五六日内地方面有冇再新嘅一啲啊一啲叫对啊平台金融或者平台经济方面嘅一啲消诶负面情绪？若果冇嘅话，我觉得喺下个礼拜都有一定嘅即系反弹嘅机会嘅，因为始终今个礼拜或者过去。 呢段期間又高位啦，咁其實真係拆咗唔少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就輕微反彈，我覺得都會有機會出現。咁但係始終你成個即叫政策面其實都仲係偏緊嘅，咁啊令到我諗就大家風險未立啦，咁其實都係進一步收緊。咁反而如果你話即係資金上， 有機會咧就係繼續投放翻喺、這個，即同呢個啊呢、這个叫信息安全啊，或者即反壟斷問題，即唔好關聯嘅。尤其是啲啊消費類嘅股份，咁見到今個禮拜啦，啲車股都頂到一啊。一啲啊一啲叫啊體育用品啊消費類股份啊，咁其實都仲有比較好嘅支撐。咁另外就係啲資源股都開始個反彈。咁所以若果你話知想避開行事方面嗰個叫大型嘅波動性嘅一個情況，我咁就都可以留意翻頭先所講嘅。咁啊其實啲消費類啊或者 一啲叫啊一啲叫啊汽车啊或或者相关啲一啲题材性股份，咁而一啲叫科网类嘅股份，当然就大家持有嘅话应该點樣处理呢？嗱，其实就要留意就係嗰、那个、啊、消息层面会唔会继续係即係啊扩展？若果冇嘅话，我諗就诶开始就诶、啊、相关啲股份呢，有机会开始慢慢靠穩。若果你话即系加注扣诶一、啊、或者高位揸咗啦，咁其实就唯有呢段期间局坐多一排先嘅。咁若果你话即系想买或者想做一啲叫短线后方嗱、啊，即 嚟講，我覺得可以，但係個嘢當然就又要面對住一啲叫政策風險，會唔會收市後再次公布？咁所以誒，而家嚟講就嗰啲科技類股份啦，可能真係短打做遊擊先為主嘅。